山西街村文化底蕴深厚，在今日的大汶河上仍然保留着汶河古渡的遗风。自新石器时代至今，包括山西街村在内的汶河两岸已积淀了6000多年的文明，闻名世界的大汶口文化就发源于此。就在4600年至6200年前，有一支先民，他们从洪荒中走来，到了哪里？就到了大汶河旁。这里为什么叫大汶口呢？因为大小汶河的汇合口汇集到一块就叫越大汶口。我说的这一支先民，在几千年前，他们必须住在北方襄阳高地，以于农耕和狩猎渔猎，特别是渔猎，吃鱼啊，他们又在这里定居下来了。定居了，在这住了大约长多长时间呢？1500年，哎，那就是15个世纪，很长的一个时间。历史的一个空白。怎么叫空白？我们有史记载的著书，包括甲骨文，这是最早的了。那么甲骨文和往前这一段没有记载啊，所以国际社会不承认我们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。那么通过考古发掘呢，证明了这些东西，中国不是5000年，是吧？那就是7000多年。依稀可见，这个古石桥啊，为什么讲到这个地方？一个是古人啊，南北交通啊，上去赴泰山，他必须经过这个汶河。他这个在这里建呢，一个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？原来那个古渡口，河面比较宽，水呢比较缓，也说不是很急。因为咱这个大汶河的全长是240多公里，这是唯一的一座桥，陆路交通。建的这个桥呢，车马开交通了，这个载人物人开更大了，也就是说呢，这里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交通和是枢纽作用，也对这个咱山西的这个经济起了一个腾飞。几百年来，明石桥对于山西街村晋商文化的塑造有着最为直接的意义。乾隆年间，随着商业逐渐兴盛，来此经商的山西人越来越多，因此修建了山西会馆作为招待过往客商的驿站。山西会馆分为南北两院，南为戏楼院，多为唱戏娱乐之所；北为关帝庙，它是山西会馆的主体建筑，气势磅礴。关帝大殿东西两侧建有2座配殿，东为财神殿，西为火神殿，使用青瓦覆盖。大殿正面神台上塑有一尊关帝像，面南端坐，足有2米高，一派凛然正气。
它的功能呢哈，主要是山西上人经商做主，也是兑换银票，是他们经商的地方。这个关公呢，他们是关公是比较这个咱历史上比较有名的，是个一个财神，他也是山西人，他们呢比较敬重关公。晋商将关公奉为忠信的代表，时刻告诫自己，从商讲信义，做人讲信誉，这也成了山西街人传承至今的人生信条。在清代，山西街街道两旁店铺林立，街巷四通八达，大小门楼紧紧相连。这些保留至今的商铺建筑，显示了当年晋商文化的繁荣兴盛。山西商人为了方便在此生活，还修建了许多用于居住的房屋。以王家大院和杨富海古居为代表的清代晋商大户住所，在村中仍保存完好。这些建筑多为不规则三合院、四合院，建筑形式朴实稳重。部分建筑细部有精美的砖雕、木雕，透出华丽之感。因此，这些街区将传统商业和居住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。相比之前，如今的山西街村少了几分忙碌的脚步，更多了一份安静与恬淡。村民享受着泱泱汶水带给他们的恩泽，秉承着晋商文化带给他们的为人道理，古老的大汶口文化在新时代的文化潮流中，散发着属于山西街村独有的